一路呢？好了，好尴尬。你干嘛？你刚刚放这个照片了？你已经不想要挽回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因为这样子就是简单明了，大家就知道这是我。你看就是。而且一路你有设定是不是？因为我没办法加入你哎。啊，真的吗？对你连那个加为好友都的框框都没有。你给人家封锁。你们下班之后录完你再聊。你们都在收工了。我给他马姐封锁。好，好了，好了。所以你真的会以当军官为荣吗？我觉得还蛮光荣的啊，国防部没事就叫招，不错。真的假的？这个教官看起来好威严啊，超帅。是啊，我看一下，我检查一下。而且他已经把我们的照片上传了。偷看一下他的信件，对。好，信件找到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看一下有不许动。有秘密哦，秘密一定有。我传了简讯给你，但我想很难懂。我要叫朋友帮我买他谁？他谁？不用看这边就好了嘛，那么辛苦。不是啊，好多阿布，你找我们看。还有就是要买房子啦。欸，有很多男孩子哎。没有，这都是要。报告士官长，上兵，什么什么报道。开一个玩笑，因为就是大家都可以找得到，我都传一些我不知道的讯息给我，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个我的号码隐藏起来，就是好朋友才可以加我。哦。为了啦，只有你才可以加别人，要不然对，因为还有内地的朋友也跟我说长官。而且一路还是义务役哦，他不是自愿去的。看看这个 Junior 的，来来来，感觉 Junior 这边应该会很精彩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这个人很他最精彩，真的吗？你有多少个朋友？你有把信件都删掉了？我的信件很普通啊，很正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是，那你今天你的信件会正常？他有点，这台有点累。所以在 Facebook 上可以认识女孩子，就是你有曾经约过网友出去吗？应该有吧？没有。自从你们笑什么？哦，我看到一个。那也不一定啊，看情况。明天我喝再没事，今天去喝一下。今天去喝一下。啊，亲友，没有，这不是，他每次都这样。有，在这里，你让我们看这个这么刺激的一下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说今天去喝一下。这谁啊？只是说要不要？凡哥，你认识他吗？要不要去哪一个？就刚那个啊。那个哇，我加他朋友。哇，哎，留一下 MSN， 而且是个小女生。哇，这个朋友，朋友 email， 哎，真的多才多姿哎，朋友，哎，你这样才多姿，你这样体力还可以少得住吗？你看，我讲这个，凡哥马上就来，要学习一下嘛，要看一下。对呀，还 OK。所以很多的这种事情都是在这 Facebook 上发生的嘛？哎，你也认识什么视讯啊什么的？你认识他？我看到我认识谁？你为什么又聊起来？因为是客房的关系啊。客房哥也有成名吗？哦，厉害了！开玩笑的，很多都是他那边过的。对，就我们这边才知道有这个人呢。哎，他是从他嘴边掉出来的肉，我们才捡过来。对。好多都是会重复，都一样，就点哎，共同朋友谁跟谁，他们都是谁跟谁。照片。那你们自己在加好友的时候会挑这个人吗？还是说看到共同朋友很多你就加？我很少去，都是别人来加我们，但我们都会先衡量一下，就是正妹一定会加，正妹就不用问，我一定要加漂亮。那假如是普通一点的话，我们就会看他有跟我有多少共同的好朋友，然后再看他的朋友有没有正。对，要没有要看要不要给他。给我们之间共通的朋友一点面子，把他加进来，这样。嗯。欸，可是我很好奇，像我在加的时候，我会看他的，就是他跟我的共同好友有谁。如果他是 Junior， 然后或者是唐志忠，或者是，因为有很多人，他们的 Facebook 是所有人都加的。